徐强，你比方说啊，你爱旅游，他也喜欢旅游，假如你们俩一块飞到一个地儿，他非要去干那个，你就非得去干那个。嗯，这问题也很现实。怎么办？网上流行一句话，就是你跟这个人能不能在一起，那旅行一次回来你就有答案了。啊，他竟然知道这句话。啊，我觉得旅行跟度假不一样。所以我每次在旅行之前呢，都会把这个行程全部安排好。我就喜欢男生帮我安排好那种，很有细节的。对，那两个人出去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制定计划。我也是一个不喜欢打乱计划的人。那如果说你想去这边，他想去那边，你会听他的还是让他听你的？如果他要是临时，假如到了这地儿，我突然想干嘛，我会问问他为什么，我也摆出我的理由，然后我们两个聊一下，我跟他商量。如果他要非去哪儿不可，那我觉得要是真是我女朋友的话，我也会顺着他。他就算那个景点他并不好玩，就硬要他去哪儿，我陪他一起去，那他肯定很开心。